大家好，下面我们来讲解对齐标注的操作。对齐标注命令用于一次按 Y 方向坐标对齐多个尺寸标注对象，标注后的多个尺寸对象按参考标注的高度来对齐，使图纸更加美观。现在你看一下，我们这里这个对象它是三个独立的，并且位置不在一个方向上。我这时候我使用这里有一个对齐标注执行命令之后，请选择参考标注，我希望它是以这个位置对齐，然后请选择其他的标注，我选择另外两个，确定。你看这三个标注都把它对齐了，但是对齐了之后它是分开的。那么我们要把它进行合并为整体的话，我们这里就要连接尺寸。你看执行，请选择要连接的尺寸对象，请选择主尺寸。 OK， 你看现在它就把它连接起来，是一个整体了。这就是怎样来进行对齐标注操作。我们这里按 Ctrl 加 Z 撤销，我们再来做一次。这里一个对齐标注，请选择参考标注，比如说我现在希望是从这里对齐，好，然后选择其他的另外两个，确定。你看它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已经对齐了。 OK。